六祖法宝坛经，门人法海编辑后学得清刊校，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的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行有品第一，忏悔品第六，般若品第二，机缘品第七，疑问品第三，顿见品第八，定慧品第四，宣召品第九，坐禅品第五，副主品第十，行有品第一。十大师至宝林，韶州为刺史名取与官僚入山，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，为众开元说法。师身坐，刺史官僚三十余人，儒宗学士三十余人，僧尼道俗一千余人，同时坐礼，愿闻法要。大师告众曰：善知识，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，值了成佛。善知识，且听慧能行游的法事义。慧能言父，本贯范阳，左将流于岭南，作新州百姓，此生不幸，父幼早亡，老母孤疑，移来南海，艰辛贫乏，于是卖柴，时有一客买柴，时令送至客店，客收去，慧能得钱，却出门外，见一客诵经，慧能一闻经语，心即开悟，遂问客诵何经，客曰《金刚经》，复问从何所来，持此经典，客云：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，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竹化，门人一千有余，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，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金刚经，即自见性，值了成佛。慧能闻说，素喜有缘，乃某一刻取银十两与慧能，令充老母衣粮，叫便往黄梅参礼五祖。慧能安置母婢，即便辞为，不经三十余日，便至黄梅礼拜五祖。祖问曰：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慧能对曰：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师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于物。祖言：汝是岭南人，又是个僚，若未堪作佛。慧能曰：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，各僚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五祖更欲语语，且见徒众，宗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物。慧能曰：慧能起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，为审和尚叫做何物？祖云：这个僚根性大利，汝更勿言。
这操场去，慧能退至后院，有一行者岔慧能堕柴踏队。今八月余，祖一日忽见慧能曰：“吾思汝之剑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与汝言。汝知之否？”慧能曰：“弟子亦知失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觉。”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，吾向汝说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信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计，来成无看。若悟大义，复汝依法，为第六代祖，火急速去，不得迟滞。思量即不中用，见性之人，言下虚见。若如此者，抡刀上阵，亦得见之，重的处分。退而地相谓曰：我等众人，不须诚心用意作计，将成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，必是他德，我辈慢作寄送，枉用心力。诸人闻语，总皆习心，闲言我等以后，依止秀师，何凡作寄？神秀思维，诸人不成寄者，为我与他为教授师，我须作计将成和尚。若不成计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？我成计易，求法即善，密阻即恶，却同凡心，夺其胜未惜别。若不成计，终不得法，大难大难。五祖堂前有布郎三间，你请供奉如真，化文加经变相，即五祖血脉图，流传供养。神秀作祭成矣，数度欲成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。你成不得，前后经四日，一十三度，成迹不得。秀乃思维，不如向廊下书者，从他和尚看见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礼拜。云是秀作，若道不堪，往向山中数年，受人礼拜，更修何道？事业三根，不使人知，自执灯，书记于南廊壁间，诚心所见。记曰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秀书记了，便却归房，人总不知。秀复思维，五祖明日见计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，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业障重，不合得法，甚意难测。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五更，
祖义之神秀入门未得，不见自信。天明，祖唤卢供奉来，向南廊壁间绘画图像，忽见奇迹，报言供奉却不用画，劳尔远来。今予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但留此记，与人诵持，依此记修，免堕恶道。依此记修，有大利益。令门人住香礼敬，敬诵此记，即得见性。门人诵记，皆叹善哉。祖三更，唤秀入堂，问曰：“记是汝作否？”秀言：“实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”祖曰：“汝作此记，未见本性，至到门外，未入门内，如此见解，觅无上菩提，乐不可得。无上菩提，须得言下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不生不灭，于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见，万法无智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，一两日思维，更作一记，将来无看。汝既若入的门，复汝依法，神秀作礼而出。又经数日，作记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作不乐。复两日，有一童子于对方过，唱诵其记，慧能一闻，便知此记未见本性，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义。遂问童子曰：“诵者何记？”童子曰：“尔这个了不知。大师言，是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复依法，令门人作记来看，若悟大义，即复依法，为第六祖神秀上座，于南廊壁上，书无相记。大师令人接送，依此记修，免堕恶道。依此记修，有大利益。”慧能曰：“我亦要诵此，劫来生缘。上人，我此踏对八个余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。”童子引至祭前礼拜。慧能曰：“慧能不识字，请上人未读。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，名日用，便高声读，慧能闻矣。”遂言：“亦有一记，望别驾未书。”别驾言：“汝亦作记，其事稀有。”慧能向别驾言：“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可轻于初学，下下人有上上智，
上上人有没意志，若亲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别驾言，汝但诵偈，吾为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慧能记曰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书此记矣。徒众总惊，无不皆讶，各相谓言：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识，使他肉身菩萨。祖见众人惊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鞋擦了髻，曰：亦未见性。众以为然。次日祖前至对房，见能邀食充米，语曰：求道之人，为法妄趋，当如是乎？乃问曰：米熟也未？慧能曰：米熟久矣，犹欠筛在。祖以杖即对三下而去。慧能即会祖意，三步入室，祖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。未说金刚经，至印魔所著而生其心。慧能言下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遂起祖言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祖之悟本性，谓慧能曰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，三根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，即衣钵与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留步将来，无令断绝。听无忌曰：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，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祖父曰：悉达摩大师出来此土，人谓之性，故传此一，以为性体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证。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亦复本心，一味真端，至汝悟传。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，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慧能起曰：向甚处去？祖云：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慧能三根领得衣钵，语：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悟祖言：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祖相送直至九江一边，祖令上船，悟祖把汝自摇。慧能言：请和尚坐，弟子何摇汝？祖云：何事无度汝？慧能曰：迷时失度，悟了自度，度名虽一，
用处不同。慧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振，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信自度。祖云：如是如是，以后佛法有汝大行，汝去三年，无方世事，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，佛法难起，慧能慈为足矣。发足难行，两月中间，至大于里，五足归，数日不上堂。众疑，亦问曰：和尚少病少恼否？曰：病即无，依法已难矣。问：谁人传授？曰：能者得之。众乃之焉。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钵。一僧俗姓陈，名慧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情粗糙，极易参询，为众人先，趁即慧能。慧能直下衣钵于石上，曰：此衣表性，可立真耶？能引草莽中。慧明至，提多不动，乃唤云：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慧能遂出，坐磐石上。慧明坐礼云：望行者为我说法。慧能云：汝既为法而来，可秉其诸缘，勿生疑念，吾为汝说明。良久，慧能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魔识。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慧明言下大悟，复问云：上来意与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慧能云：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反照，密在汝边。明曰：慧明虽在黄眉，实未审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慧明师也。慧能曰：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师黄眉，善自护持。明又问：慧明今后向甚处去？慧能曰：逢缘则止，遇蒙则居。明礼辞，明回至岭下，谓称众曰：向至摧回，竟无踪迹，当别道寻之。称众显以为然。慧明后改道名，必师上字。慧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于四会避难恋人队中，凡经一十五载，时与恋人随仪说法，恋人常令守望，每见生命尽放之，每至饭食，以菜祭煮肉锅。或问，则对曰：但吃肉边菜，一日思维，时当弘法，不可中顿。遂出至广州法信寺，直应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
时有风吹翻动，一僧曰风动，一僧曰翻动，议论不已。慧能净曰：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忍者心动，一众骇然。应宗言至上席，真节奥义，见慧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宗语：行者并非常人，久闻黄梅依法难来，莫是行者否？慧能曰：不敢。宗于是作礼，告请传来衣钵，出示大众。宗父问曰：黄梅副主如何止受？慧能曰：止受即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：何不论禅定解脱？能曰：唯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宗又问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慧能曰：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犯四重境，作五逆罪，即一阐提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。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欲知与见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乐达，其性无二。无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应宗闻说，欢喜合掌，言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，仁者论义，犹如真经。于是为慧能剃发，愿是为师。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。慧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四玄司：今日的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，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？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使得闻如上顿教，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慧能自治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领静心。闻了，各自除疑，如先代圣人无别。一众闻法，欢喜作礼而退。Top 般若品第二。次日，为使君请意，师身坐，告大众曰：总净心念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云：善知是菩提般若之智，是人本自有之，只愿心迷，不能自悟，虚假大善之事，是导见性，当知于人至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只愿迷悟不同，所以有余有智。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至心谛听，
吾谓汝说善之事，是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时自信般若，犹如说食不饱，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善之事，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。此言大智慧到彼岸，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漏如电。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，何名摩诃？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甜无喜，魔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，诸佛刹土尽同虚空，世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，自性真空，亦复如是。善之事，莫闻无说空，遍及者空，第一末者空。若空心静坐，即者无即空。善之事，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，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涧，草木丛林，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天堂地狱，一切大海，须弥诸山，宗在空中，是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善之事，自性能含万法事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，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者，心如虚空，名之为大，故曰摩诃。善之事，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魔所思，自称为大，此一被人不可与语，为邪见故。善之事，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用即了了分明，应用遍知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去来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即是般若。善之事，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，莫错用意，名为真性自用，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，口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非吾弟子。善之事，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，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渝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于即般若觉，一念至即般若身，是人愚迷，不见般若，口说般若，心中常愚，常自言。
我修般若，念念说空，不识真空。般若无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，何名波罗蜜？此是西国语，唐言道彼岸，解义离生灭。者净生灭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为此岸。离净无生灭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为彼岸，故号波罗蜜。善知识，迷人口念，当念之时，有妄有非，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前念者净即烦恼，后念离净即菩提。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从中出。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，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便三毒畏戒定慧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从一般若生发万四千智慧，何以故？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，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，无义无者，不起狂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，不取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善知识，若欲入甚深法界，即般若三昧者，须修般若行，持诵金刚般若经，即得见性。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能据说。此法门是最上乘，为大智人说，为上根人说，小根小智人闻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天龙下雨，余言浮提，尘翼聚落，悉皆漂流，如飘藻叶。若雨大海，不增不减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闻说《金刚经》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，常观照顾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从天佑，原是龙能心智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、有情无情，悉皆蒙润，百川众流，却入大海，合为一体。众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小根之人，闻此顿教，犹如草木，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盗，
不能增长。小根之人亦复如是，原有般若之智，与大智人更无差别。因何闻法不自开悟？缘邪见障重，烦恼根深，犹如大雨覆盖于日，不得否吹，日光不现。般若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，迷心外见，修行密佛，为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开悟顿教，不能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善知识，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行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。善知识，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，大小二圣，十二部经，皆因人智，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无是人，一切万法本自不有，故知万法本自人心。一切经书因人说有，愿其人中有余有智，余为小人，智为大人。愚者问愚智人，智者与愚人说法，愚人忽然悟解心开，即与智人无别。善知识，不悟即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，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。菩萨戒经云，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若识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净明经云，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善知识，我与忍和尚处，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，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，各自观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须觅大善之事，解罪上乘法者，直是正路。是善之事，有大因缘，所谓化导，令得见性。一切善法，因善之事，能发起故。三世诸佛，十二部经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需求善知识指示方见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，若一向执，未须他善知识，望被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，自悟。若起邪迷妄念颠倒，外善之事虽有教授，就不可得。若起正真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妄念俱灭。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善知识，智慧观照，内外明彻，识自本心。若识本心，即本解脱。
若得解脱，即是般若三昧，即是无念。何名无念？若见一切法，心不染着，是谓无念。用即遍一切处，亦不着一切处，但净本心。是六时，出六门，于六尘中，无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运用无滞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脱，名无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常令念觉，即是法处，即名边界。善知是，悟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；悟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；悟无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善知是，后代的无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，如是佛故，终身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，然须传授。从上以来，莫传吩咐，不得逆其正法。若不同见同行，在别法中，不得传咐，损彼前人，究竟无益，恐于人不解，谤此法门，百劫千生，断佛种性。善知是，无有亦无相送，各须送取，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，若不自修，为寂无言，亦无有益。听吾颂曰：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，为传见性法，出世破邪宗，法即无顿见迷悟有持疾，指此见性门于人不可惜。说即虽万般合理，还归一烦恼暗宅中，常须生慧日，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，邪正俱不用，清净至无余。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，静心在妄中，但正无三障。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妨，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，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烦恼。离道别逆道，终身不见道。波波度一生，到头还自傲。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自若无道，心暗行不见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若见他人，非自非却是左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，增爱不关心，常生两脚卧。欲拟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，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现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是世间。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，此颂是顿教一名大法传。迷闻经类结悟，则刹那间。师父曰：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，普愿法界众生，言下见性成佛，实为使君与官僚道俗，闻师所说，无不醒悟，一时作礼，皆叹善哉。
何其岭南有佛出世。 Top 疑问品第三。一日，为刺史为师设大会斋，斋气，刺史请师身坐，同官僚侍述，素容再拜，问曰：“弟子闻和尚说法，实不可思议，今又少疑，愿大慈悲，特为解说。”师曰：“有疑即问，吾当未说。”为公曰：“和尚所说，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？”师曰：“是。”公曰：“弟子闻达摩出化梁五帝。”帝问云：“朕一生造四度僧，不施舍斋，有何功德？”达摩言：“实无功德，弟子未达此理，愿和尚未说。”师曰：“实无功德，勿疑先圣之言。五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造四度僧，不施舍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”师又曰：“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无滞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，自信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，不离自信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若密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清，常行普净，心常清人，无我不断，即自无功，自信虚妄不实，即自无德，为无我自大，常清一切故。善知识，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，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善知识，功德须自性内见，不是不施供养之所求也。是以福德与功德别，五帝不识真理，非我祖师有过。刺史又问曰：“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，请和尚说得生彼否？愿为破疑。”师言：“使君善听，慧能语说。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隐化经文，分明去此不远。若论相说，理数有十万八千，即身中十二八邪便是。说远，为其下根；说近，为其上智。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，迷悟有殊，见有迟疾。迷人念佛求生于彼，悟人自尽其心。所以佛言：随其心境，即佛土境。使君东方人，但心境即无罪；虽西方人，心不净亦有牵。东方人造罪，
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，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怨东怨西，误人在处一般。所以佛言，随所住处恒安乐，使君心地淡无不善。西方去此不遥，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道。今劝善之事，先除十恶，即行十万，后除八邪，乃过八千。念念见性，常行平直，道如弹指，便度弥陀。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？不断十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？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，不悟念佛求生路遥，如何的答？慧能与诸人于西方于刹那间，目前便见，各愿见否？众皆鼎立云：若此处见，何须更愿往生？愿和尚慈悲，便现西方普令的见。时言：大众，世人自色身是尘，眼耳鼻舌是门，外有五门，内有一门，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，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。佛向性中坐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，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是智，能静即是家，平直即弥陀。人我是虚离，贪欲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甜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。善知识，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，除人我，须离道，去邪心，海水竭，烦恼无，波浪灭，毒害除，鱼龙绝，自心地上，觉性如来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净，能破六欲诸天，自性内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一时消灭，内外明彻，不异西方，不作此修，如何道彼？大众闻说，了然见性，悉皆礼拜，具叹善哉，畅言：普愿法界众生，闻者一时误解。时言：善知识，若欲修行，在家易得，不由在寺，在家能行。如东方人心善，在寺不修；如西方人心恶，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为公又问：在家如何修行？愿为教授。时言：
吾与大众说无相送，但依此修，常与吾同处无别。若不依此修，剃发出家，与道何异？宋曰：心平和劳持戒行直贺用修禅，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连，让则尊卑和睦，忍则众恶无宣。若能钻木出火淤泥，定生红莲。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。改过必生智慧，不短心内非闲。日用常勤饶益成道，非由失前。菩提指向心密和劳向外求玄。听说依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。师父曰：善知识，总须依计修行，渐取自信，直成佛道。法不相待，众人且散，吾归曹溪。众若有疑，却来相问。十四史官僚，在会善男信女，各得开悟，信受奉行。 Top 定慧品第四。师事众云：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悟迷，言定慧别，定慧一体，不是二。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，即慧之时定在慧，即定之时慧在定。若识此义，即是定慧等学。诸学道人，莫言先定发慧，先慧发定。个别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：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内外一如，定慧即等，自悟修行，不在于正。若正先后，即同迷人，不断胜负，却增我法，不离四相。善知识，定慧犹如何等？犹如灯光，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。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。明虽有二，体本同一，此定慧法亦复如是。师事众云：善知识，一行三昧者，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常行一直心事也。净明经云：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。莫心行产区，口但说直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，于一切法勿有执着。迷人者法香，直一行三昧，直言常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解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善知识，道须通流，何以却至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。心若住法，名为自负。若言常坐不动事，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却被为魔结呵。
善知识，又有人教作，看心观境，不动不起，从此至功，迷人不会，便直成颠。如此者众，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错。师是众于善知识，本来正教无有顿见，人性自有立顿，迷人见修，误人顿气，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，所以立顿见之假名善知识。我此法门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。无住者，人之本性，于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与亲，言语处次七真之时，并将未空，不思仇害，念念之中不思前进。若前念今念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缚。于诸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无复也。此事以无住为本。善知识，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于相，即法体清净。此事以无相为体。善知识，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，于自念上常离诸境，不于境上生心。若指百物不思，念境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谓大错。学道者思之，若不识法义，自错犹可。更劝他人自迷不见，又谤佛经，所以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，云何立无念为宗？只愿口说见性，迷人于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，自性本无一法可得。若有所得，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。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，无者无何事，念者念何物，无者无二相，无诸尘劳之心，念者念真如本性，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，真如自性其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，真如有性，所以其念。真如若无，眼耳色身当时即坏。善知识，真如自性其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经云，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地一义而不动。Top， 坐禅品第五。师是众于此门坐禅，远不着心，亦不着境，亦不是不动。若言者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魔所着也。
若言者净，人性本净，由妄念故，盖复真如，但无妄想，性自清净，起心者净，却生净妄，妄无处所，住者是妄，净无形相，却立净相，言是功夫。作此见者，仗自本性，却被净缚。善知是，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善知是，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。若者心者净，即障道也。失事重于善知识，何名作禅？此法门中无障无碍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；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善知识，何名禅定？外离相未禅，内不乱未定。外若者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净自定，只为见净思净即乱。若见诸净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识，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，外禅内定，是谓禅定。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性源自清净。善知识，于念念中，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Top 忏悔品第六。十大师见广韶济四方士数，骈吉山中听法，于是身作告众曰：来诸善知识，此事须从自性中起，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，自修自行，见自己法身，见自心佛，自度自解，使得不假到此，即从远来，亦会于此，皆共有缘，今可个个无贵。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，赐受无香忏悔，众无贵。诗曰：一，戒香，即自心中，无非，无恶，无嫉妒，无贪甜，无劫害，名戒香。二，定香，即度诸善恶境相，自心不乱，名定香。三，慧香，自心无碍，常以智慧观照自性，不造诸恶，虽修众善，心不执着，境上念下，心绪孤平，名慧香。四，解脱香，即自心魔所攀缘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自在无碍，名解脱香。五，解脱之见香，自心即魔所攀缘善恶，不可单空守记，
则须广学多闻，识自本心，达诸佛理，和光皆悟，无我无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异，明解脱之见相，善知识，此相各自内虚，莫向外觅。今与汝等受无相忏悔，灭三世罪，令得三业清净，善知识，各随我语。一时道，弟子等从前念经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，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从前念经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骄狂染，从前所有恶业骄狂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从前念经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，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善知识，以上是为无相忏悔。云何名忏？云何名悔？忏者，忏其前愆，从前所有恶业愚迷骄狂嫉妒等罪，悉皆尽忏，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。悔者，悔其后过，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骄狂嫉妒等罪，今已觉悟，悉皆永断，更不复作，是名为悔，故称忏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忏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后过，已不悔故，前愆不灭，后过又生。前愆既不灭，后过复又生，何名忏悔？善知识，即忏悔矣。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，各须用心正听，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，自信法门无尽誓愿学，自信无上佛道誓愿成。善知识，大家起步道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嫩魔道，且不是慧能度。善知识，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、狂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恶毒心、如是等心，尽是众生，各须自信自度，是名真度。何名自信自度？即自心众邪见烦恼愚痴众生，将正见度。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，各个自度，邪来正度，迷来悟度，愚来智度，恶来善度，如是度者，名为真度。又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将自性般若智，除却虚妄思想心事业。又法门无尽誓愿学，须自见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学。
又无上佛道誓愿成，既常能下心，行于真正，离迷离觉，长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见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常念修行誓愿立法，善知识经发四宏愿了，更与善知识受无相三归一界，善知识归一觉，两足尊归一正，离欲尊归一净，众中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，更不归依邪魔外道，以自信三宝常自证明，劝善知识归依自信三宝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，自心归依觉，邪名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离财色，明两足尊，自心归依正，念念无邪见，以无邪见故，即无人我共高贪爱执着，明离欲尊，自心归依净，一切尘劳爱欲境界，自性皆不染者，民众中尊，若修此行，是自归一，凡夫不会，从日至夜，受三归戒，若言归一佛，佛在何处？若不见佛，凭何所归？言却成妄，善知识各自观察，莫错用心。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，不言归依他佛，自佛不归，魔所依处，经济自悟，各须归依自心三宝，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归依也。善知识既归依自三宝境，各个至心，无语说一体三身自信佛，令汝等见三身了然，自悟自信，宗随我道，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，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，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。善知识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归，向这三身佛，在自性中世人总有，为自心迷，不见内性，外觅三身如来，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。汝等听说，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，此三身佛从自性生，不从外得，何名清净法身佛？是人性本清净，万法从自性生，思量一切恶事，即生恶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如是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为浮云盖覆，上明下暗，忽遇风吹云散，上下俱明，万象皆现，是人性常浮游，如比天云。善知识
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长明，于外者静，备妄念浮云，盖复自信，不得明朗。若欲善知识，闻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内外明彻，于自信中，万法皆现。见性之人，亦复如是。此名清净法身佛。善知识，自心归一，是归一自性，是归一真佛。自归一者，除却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谄曲心、无我心、狂妄心、轻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见心、共高心，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，常自见己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是自归一，常须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，更无挚爱，是自归一，何名圆满报身？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已过不可得，常思于后，念念圆明，自见本性，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，无二之性，名为实性。于实性中，不染善恶，此名圆满报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恶，灭万劫善因。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恒沙恶尽，直至无上菩提。念念自见，不失本念，名为报身。何名千百亿化身？若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，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。思量恶事，化为地狱；思量善事，化为天堂；毒害化为龙蛇，慈悲化为菩萨，智慧化为上界，愚痴化为下方。自性变化甚多，迷人不能审觉，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，回一念善，智慧极深，此名自性化身佛。善知识，法身本具，念念自性自见，即是报身佛。从报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自悟自修，自性功德，是真归一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归一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时自性佛，无有亦无相送。若能诵持，言下令汝积劫离罪，一时消灭。诵曰：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。不施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缘来造。你将修福欲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在。但向心中除罪缘，各自性中真忏悔，呼悟大乘真忏悔，除邪行正即无罪。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，五祖为传此顿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。
若欲当来一法身离诸法相，心中喜，努力自见莫悠悠，后念忽觉一世修。若悟大乘的自信虔诚，合掌至心求，实言善知识，总须诵取，依此修行，言下见性，虽去无千里，如常在无边。于此言下不悟，即对面千里，何情远来？珍重好去，一众闻法，迷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Top， 机缘品第七，师自黄梅的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无知者，有如是刘志略，礼遇甚厚。志略有孤未迷，名无尽藏，常诵大涅盘经，师赞听，即知妙义，遂为解说。你乃执卷问字，师曰：字即不识，亦即请问。你曰：字尚不识，焉能会意？师曰：诸佛妙理，非观文字，你今一知，便告理中其德云：此事有道之事，以请供养。有位武侯玄孙曹叔良，即居民近来瞻礼，时宝灵古寺，自隋末兵火已废，遂于故基重建梵宇，言师居之，而成宝房。师住九月余日，又为二党寻竹，师乃遁于前山，被其纵火焚草木，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。时今有师夫作西痕，即依不知闻，因民避难时，师亦五祖怀惠止藏之主，遂行隐于二一焉。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，初参祖师，问曰：即心即佛，愿垂指欲。师曰：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，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，无若具说，穷劫不尽。听无忌曰：即心明慧即佛，乃定定慧等等一中清净，悟此法门有汝习性用本无生双修实证。法海言下大悟，以记赞曰：即心原是佛，不悟而自屈。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悟。僧法达，洪州人，七岁出家，常诵法华经，来礼祖师，头不至地。师呵曰：礼不投地，何如不礼？汝心中必有一物，欲其何事耶？曰：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。师曰：汝若念至万部，得其精义，不以为甚，则与无邪行。汝今复此事业，都不知过。听无忌曰：礼本折慢状头息不至的，有我罪及身亡，功福无比。师又曰：汝名什么？曰：法达。
师曰：汝明法达，何曾达法？复说偈曰：汝今明法达，行诵未修歇，空诵但寻声名心号菩萨。汝今有缘故，无今为汝说，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。答闻偈，悔谢曰：而今而后，当谦恭一切。弟子诵法华经，未解经义，心常有疑。和尚智慧广大，愿略说经中义理。师曰：法达，法即甚达，汝心不达，经本无疑。汝心自疑，汝念此经，以何为宗？答曰：学人根性暗钝，从来但依文诵念，岂知宗趣？师曰：吾不识文字，汝试取经诵一遍，吾当为汝解说。法达即高深念经，至辟欲品。师曰：止，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，纵说多种譬喻，亦无越于此。何者因缘？经云：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见也。世人外迷者相，内迷者空。若能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，是谓开佛之见。佛有觉也，分为四门。开觉之见、是觉之见、悟觉之见、入觉之见。若闻开示，便能悟入即觉之见，本来真性而得出现。汝甚勿错解经义，见他道，开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见，我辈无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谤经毁佛也。彼既是佛，以具之见，何用更开？汝今当信佛之见者，至汝自心，更无别佛。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，贪爱沉静，外缘内扰，甘受驱驰，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，劝令请息，莫向外求，与佛无二。故云：开佛之见，无意劝一切人，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，是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甜嫉妒，谄佞我慢，亲人害物，自开众生之见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知见。汝须念念开佛之见，悟开众生之见。开佛之见，即是出世；开众生之见，即是世间。汝若但牢牢执念以为功课者，何益牦牛爱尾？答曰：若然者，
但得解意，不劳诵经耶？师曰：今又何过？其障如念，只为迷误在人，损益有己。口诵心行，即是转经；口诵心不行，即是被经转。听无忌曰：心迷法华转心，勿转法华。诵经久不明，语意作仇家。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。有无惧不计常遇白牛车，达闻记不觉悲泣，言下大悟，而告师曰：法达从昔以来，实未曾转法华，乃被法华转。再起曰：今与诸大声闻乃至菩萨，皆尽思共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明佛之知见，自非上根，未免一谤。又经说三车：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？愿和尚再垂开示。师曰：今亦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诸三圣人不能测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。饶依静思共推，转加玄远。佛本为凡夫说，不为佛说。此理若不肯信者，从他退席。殊不知坐却白牛车，更于门外立三车。况今闻名相如道，唯一佛尘，无有余尘。若二若三，乃至无数方便，种种因缘，譬喻言辞，是法皆为一佛尘故，汝何不审？三车是假，未习实故；一尘是实，未经实故。只教汝去假归实，归实之后，实亦无名。应知所有真才，尽属于汝，由汝受用。更不作复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无用想。是名持法华经，从节至节，手不释卷，从昼至夜，无不念时也。达蒙启发，踊跃欢喜，以记赞曰：今诵三千部曹溪一句王，为民出世指民歇泪生狂。羊鹿牛犬射出忠厚善扬，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。师曰：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，达从此领玄旨，亦不辍诵经。僧智通，受周安封人，初看《楞伽经》，约千余遍，而不会三生四智。李师求解其意。师曰：三生者，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生，即名有生无智。若悟三生无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听无忌曰：自性具三生发明成四智，
不离见闻远超然登佛的。吾今为汝说地性永无迷，莫学持求者终日说菩提。通在其曰：四智之意，可得闻乎？师曰：既会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问耶？若离三身，别谈四智，此名有智无身。即此有智，还成无智。复说偈曰：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。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，若于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家定。如上转时未至也。教中云：转前五十未成所作智，转第六十未妙观察智，转第七十未平等性智，转第八十未大圆净智。虽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转，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。通顿悟性智，遂成偈曰：三身原我体，四智本心明，身智容无碍，应物任随行，起修皆妄动，守住匪真经。妙指因失小中枉染污名，僧智长，姓周贵西人，调年出家，至求见性。一日参礼，师问曰：汝从何来？欲求何事？曰：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，李大通和尚，蒙世见性成佛之意，未觉无疑，远来投礼。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师曰：彼有何言句？汝是举看。曰：至常道彼返经三月，未蒙世会，未法切故，一系独入障室，请问如何是某假本心本性？大通乃曰：汝见虚空否？对曰：见。彼曰：汝知虚空有相貌否？对曰：虚空无形，有何相貌？彼曰：汝知本性，犹如虚空，了摩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。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无有青黄长短，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，即明见性成佛，亦名如来之见。学人虽闻此说，犹未觉了，岂和尚开示？师曰：彼师所说，犹存见之，故令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，不见一法存无见大，似浮云遮日面，不知一法守空之，还如太虚身闪电。此知之见瞥然心错认，何曾解方便？汝当一念自知，非自己灵光常显现，常闻记忆心亦豁然。乃述偈曰：无端起之见者，相求菩提，情存一念悟明月习时迷，自性觉缘体随照往千流，步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。至常一日问师曰：佛说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
弟子未解，愿为教授。师曰：汝观自本心，莫者外法相，法无四圣，人心自有等差。见闻转诵是小乘，悟法解义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。万法尽通，万法具备，一切不染，离诸法相，一无所得，名最上乘。甚是行义，不在口真，汝须自修，莫问无也，一切实中，自信自如，常理解，直是中师之事。僧智道：广州南海人也。请义曰：学人自出家，览涅盘经，实改有余，为民大义，愿和尚垂诲。师曰：汝何处为民？曰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，寂灭未乐，于此疑惑。师曰：汝作魔身矣。曰：一切众生皆有二身，为色身法身也。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，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。经云：生灭灭矣，寂灭未乐者，不审何生寂灭，何生受乐。若色生者，色生灭时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乐。若法生寂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？又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，一体无用。生灭是常，生则从体起用，灭则摄用归体。若听根生，即有情之类，不断不灭。若不听根生，则永归寂灭，同于无情之物。如是，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缚，尚不得生，何乐之有？师曰：汝是世子，何惜外道断肠邪见，而亦罪上乘法？据汝所说，则色身外别有法身，离生灭求于寂灭，又推涅盘常乐，言有生受用，斯乃直令生死，单者是乐。汝今当知，佛为一切迷人任五蕴和何谓自体相，分别一切法为外成相，好生恶死，念念牵流，不知梦幻虚假，枉受轮回，以常乐涅槃，翻味苦相，终日持求。佛悯此故，乃是涅槃真乐，刹那无有生相，刹那无有灭相，更无生灭可灭。是则寂灭现前，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乃谓常乐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，岂有一体无用之名？何况更言涅槃尽缚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谤佛毁法。
听无忌曰：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，凡愚未知死外道执未断，诸求二圣人目以为无作，尽属情所记六十二见本，妄立虚假名，何谓真实意？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，已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，外现众色相，一一因生相，平等如梦幻，不起凡圣见，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，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，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，结火烧海底风谷山相及，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。无经强言说令汝舍现见，汝勿随言解许汝之少分，至道闻即大悟，踊跃作礼而退。行思禅师身及周安成刘氏，闻曹溪法席甚化，近来参礼，遂问曰：当何所悟？即部落皆集。师曰：汝曾做什么来？曰：圣地亦不畏。师曰：若何皆集？曰：圣地尚不畏，何皆集之有？师生弃之，令思守众。一日，师谓曰：汝当分化一方，吾令断绝。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清源山，弘法绍化，是弘济禅师、怀让禅师，荆州杜氏子也。初夜嵩山安国师，安发之曹溪参叩，让至礼拜。师曰：甚处来？曰：嵩山。师曰：什么路？嫩魔来。曰：说似一物即不中。师曰：还可修正否？曰：修正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师曰：至此不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，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西方般若多罗谶，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，印在汝心，不须诉说，让豁然气会。遂执事左右一十五载，日臻玄奥，后往南岳大阐禅宗，赤势大会禅师，永嘉玄觉禅师，温州代世子，少习经论，今天台止观法门，因看为魔经，发明心地，偶师弟子玄策相访，与其俱谈，出言暗合诸祖。策云：仁者得法师谁？曰：我听方等经论，各有师承，后余为魔经，悟佛心宗，未有证明者。策云：威因王以前即得，威因王以后，无师自悟，尽是天然外道。曰：愿仁者为我证据。策云：我言轻，曹溪有六祖大师，四方云集，并是受法者，若去则与邪行，
绝遂同策来参，绕施三匝，正息而立。诗曰：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大德自何方而来？身大我慢。绝曰：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诗曰：何不体取无声，冷魔素乎？曰：体即无声，冷本无素。诗曰：如是如是，玄觉方具威仪礼拜，须臾告辞。诗曰：反太素乎？曰：本自非动，岂有素耶？诗曰：谁知非动？曰：仁者自身本别。诗曰：汝甚得无声之意？曰：无声岂有意耶？诗曰：无意谁当分别？曰：分别亦非意。诗曰：善哉，少留一宿，失位一宿绝，后者正道歌，盛情于世。是曰无相大师，时称为真觉焉。禅者至黄，初参五祖，自谓以得正受，安居常坐，积二十年，师弟子玄策，游方至和硕，闻黄之名，造安问云：汝在此做什么？黄曰：入定。策云：汝云入定，未有心入耶？未无心入耶？若无心入者，一切无情草木瓦石，应何得定？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寒食之流，亦应得定。黄曰：我正入定时，不见有有无之心。策曰：不见有有无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黄无对。良久，问曰：师似谁耶？策云：我师曹溪六祖。黄云：六祖以何谓禅定？策云：我师所说妙湛圆寂，体用如如，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，禅性无住，离住禅寂，禅性无声，离声禅响，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黄文士说：近来夜师，师问云：仁者何来？黄具数前缘。师云：诚如所言，汝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，凡盛情妄，能所具泯，性相无如，无不定时也。黄于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。其也，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：黄禅师今日得道，皇后礼辞，复归河北，开化四众。一僧问师云：
黄梅一指，什么人得？诗云：会佛法人得。僧云：和尚还得否？诗云：我不会佛法。师一日欲着所受之衣，而无美权，因至寺后五里许，见山林郁茂，瑞气盘旋。师正膝着地，拳应手而出，机以为持，乃跪膝换衣石上。忽有一僧来礼拜，欲方便是西蜀人，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，主方便速往唐土，吾传大家业正法演藏，即僧家离，现传六代于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礼，方便远来，愿见我师传来衣钵。师乃出世，赐问上人公何事业，曰：善素。师正色曰：汝是素看，便忘错。过数日，素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取尽其妙。师笑曰：汝只解素性，不解佛性。师书手魔方便顶曰：永为人天福田。师人以衣酬之，便取衣分为三，一披素相，一自流，一用宗果，一地中。是曰：后得此衣，乃无出世，住持于此，重建殿宇。宋嘉佑八年，有僧为先，修殿掘地，得衣如新，像在高泉寺，祈祷折印。有僧举卧轮禅师记曰：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常。师闻之曰：此伎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家系父。因是一伎曰：慧能没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，对镜心竖起菩提作魔常。Top 顿见品第八。始祖师居曹溪宝林，神秀大师在今南玉泉寺，于时两宗盛化，人皆称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顿见之分，而学者莫知宗去。师谓众曰：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法即一种，见有持极，何名顿见？法无顿见，人有立顿，故名顿见。然秀之徒众，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，有何所长？秀曰：他的无师之志，生物上乘，无不如也。且无师无祖，亲传依法，岂徒然哉？无恨不能远去清净，须受国恩，汝等诸人无至于此，可往曹溪参决。一日，命门人至陈曰：汝聪明多智，可谓吾到曹溪听法，若有所闻，静心记取，还未吾说，
至臣禀命至曹溪，随众参请，不言来处。始祖师告众曰：今有道法之人，前在此会。至臣即出礼拜，具陈其事。师曰：汝从玉泉来，应是细作。对曰：不是。师曰：何的不是？对曰：未说即是，说了不是。师曰：汝师若未是众。对曰：常只会大众，住心观境，常坐不卧。师曰：住心观境是并非禅，常坐居身，与理何异？听无忌曰：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具臭骨头何谓立功过？至臣再拜曰：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，不得器物，今闻和尚一说，便弃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为教士。师云：吾闻汝师教士学人戒定慧法，未审汝师说戒定慧形相如何，与吾说看。臣曰：秀大师说，诸恶莫作名为戒，诸善奉行名为慧，自尽其意名为定。彼说如此，未审和尚以何法会人？师曰：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狂辱。但且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，如汝师所说戒定慧，实不可思议。吾所见戒定慧有别。至臣曰：戒定慧指何一种？如何更别？师曰：汝师戒定慧皆大乘人，吾戒定慧皆最上乘人，误解不同，见有迟疾。汝听吾说，与彼痛否？吾所说法，不离自性。离性说法，名为相说，自性常迷。须知一切万法，皆从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听无忌曰：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。生去生来本三昧。臣闻记会谢，乃臣一记曰：五蕴幻生幻合究竟，回去真如法还不尽。师然之，复与臣曰：汝师戒定慧，劝小根智人无戒定慧，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脱之见，无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万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脱之见。见性之人立一德，不立一德，去来自由，无智无碍，应用随作，应语随答，普见化身，不离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，
游戏三昧，是名见性。至诚在起师曰：如何是不利益？师曰：自性无非，无碍无乱，念念般若观照，常离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纵横尽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顿悟顿修，亦无见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，诸法寂灭，有何次第？至诚礼拜，愿为执事，朝夕不懈。陈吉州，太和人，僧智彻，江西人，本姓张，名行昌，少任侠，自南北分化。二宗主虽亡彼我，而徒屡进起爱增，十北宗门人，自立秀师为第六祖，而继祖师传一为天下闻，乃主行昌来赐师，师心通，欲知其事，及至今时两余坐间，时夜幕，行昌入祖室，拔剑加害，祖叔仅救之。行昌归任者三，悉摩所损。师曰：正见不邪，邪见不正，只负汝今，不负汝命。行昌惊仆，久而方苏，求哀悔过，即愿出家。师遂汝今，言汝且去，恐徒众翻害于汝，汝可他日一行而来，吾当摄受。行昌秉旨消遁，后投僧出家，具戒精进。一日，一师之言，远来礼敬。师曰：吾久念汝，汝来贺晚。曰：昨蒙和尚赦罪，今虽出家苦行，终难报德，其为传法度生乎？弟子常览涅盘经，未晓常无常意，岂和尚慈悲，略为解说。师曰：无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曰：和尚所说，大为经文。师曰：吾传佛心印，安敢违于佛经？曰：经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无常。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，皆是无常，和尚却言是常，此即相违。经学人转加疑惑。师曰：涅盘经，吾悉听你无尽藏读诵一遍，便未讲说，吾一字一意不合经文，乃至未汝，终无二说。曰：学人识量浅昧，愿和尚委屈开示。师曰：汝知否，佛性若常，更说什么善恶诸法，乃至穷劫，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，故无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
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，故无说常者。正是佛说真无常意，佛彼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，诸二圣人于常即无常，共成八道，故于涅槃了一教中，破彼偏见，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。汝今一言背义，以断灭无常，即确定死常，而错解佛之圆妙，最后为言，纵览千遍，有何所益？行昌忽然大悟，说偈曰：因守无常心，佛说有常性，不知方便者由春池实力。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，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。师曰：汝今彻也，移民至彻，彻理谢而退。有一童子名神会，襄阳高士子，年十三，自玉泉来参礼。师曰：知是远来艰辛，还将得本来否？若有本，则何时主？是说看。会曰：以无助为本，见即是主。师曰：这沙弥真何取赐予？会乃问曰：和尚坐禅，还见不见？师以拄杖打三下，云：吾打汝是痛不痛？对曰：亦痛亦不痛。师曰：吾亦见亦不见。神会问：如何是亦见亦不见？师云：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谦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，是以亦见亦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目时；若痛，则同凡夫，即其会恨。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，痛不痛是生灭。汝自信且不见，感而弄人。神会礼拜鬼谢。师又曰：汝若心明不见，问善知是逆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见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见自心，却来问无见与不见，无见自知，岂待汝迷？汝若自见，亦不待汝迷，何不自知自见，乃问无见与不见。神会再礼拜于拜，求谢过谦，扶琴给侍，不离左右。一日师告众曰：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诸人还识否？神会出曰：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师曰：相无道，无名无字，汝便唤作本源佛性。汝相去有把毛盖头也，只称各之解宗徒。祖师灭后，会入经络大弘曹溪顿教，这显宗迹盛行于世。是为何则禅师？师见诸宗难问，显起恶心，多即坐下，敏而谓曰：
学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，无名可名，名于自性，无二之性，是名实性。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，言下便须自见。诸人闻说，总皆作礼，请示为师。 Top 宣召品第九。神龙元年上元日，则天中宗诏云：朕请安秀二师，宫中供养万几之暇，每究一成。二师推让云：南方有能禅师，密受忍大师依法传佛心印，可请笔问。今遣内侍薛简持诏迎请，愿师慈念，速赴上京。师上表辞疾，愿中临路。薛简曰：今臣禅德皆云，欲得会道，必须坐禅习定。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未知有也。为审师所说法如何？师曰：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经云：若言如来若坐若卧，是行邪道，何故？魔所从来，亦魔所去，无生无灭，是如来清净禅。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，究竟无证，岂况坐耶？简曰：弟子回经，主上必问，愿师慈悲，只是心要传奏两功，即精诚学道者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明无尽。诗云：道无明暗，明暗是代谢之意，明明无尽亦是有尽，相代立明，故尽明经云：法无有彼，无相代故。简曰：明欲智慧，暗欲烦恼，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无始生死，凭何出离？师曰：烦恼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圣见解，阳路等机，上至大根，西不如是。简曰：如何是大乘见解？师曰：明与无明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乐达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，即是实性。实性者，触凡愚而不减，在前圣而不增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寂，不断不长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及其内外，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迁，名之曰道。简曰：师说不生不灭，何意外道？师曰：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将灭止生，以生显灭，灭犹不灭。生说不生，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
今亦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调，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自然的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，见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理辞归阙，表奏诗语。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诏蒋御师曰：诗词老疾，为朕修道，国之福田。诗若敬明，脱疾皮耶，阐扬大臣，传诸佛心，谈布二法，削减传师只受如来之见，正积善于庆，素种善根，直师出世，顿悟上乘，感合师恩，定待摩矣，并奉摩那袈裟及水晶钵，赤韶州刺史，修士四语，赐师旧居为国恩寺。 Top 副主品第十。师一日唤门人法海、智成、法达、神会、智长、智通、智彻、智道、法真、法如等，曰：汝等不同于人，无灭度后，各为一方师，吾今教汝说法，不失本宗旨，须具三科法门，动用三十六对，出没及菩提场，说一切法，莫离自性。忽有人问汝法，出语尽双，皆取对法，来去相因，就近二法尽除，更无去处。三科法门者，因界入也，因是五因，色受想行识是也。入是十二入，外六尘色身香味触法，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。界是十八界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。自性能含万法，名含藏识。若起思量，即是转识，生六识，出六门，见六尘。如是一十八界，皆从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；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若恶用即众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用由何等？由自性有对法，外境无情无对，天与的对，日与月对，明与暗对，阴与阳对，水与火对，此是五对也。法相与言十二对，语与法对，有与无对，有色与无色对，有香与无香对，有漏与无漏对，色与空对，动与静对，清与浊对，凡与圣对，僧与俗对，老与少对，待与小对，此是十二对也。自性起用十九对，长与短对，邪与正对，痴与慧对，愚与智对，乱与定对，慈与毒对，戒与非对，
止与屈对，实与虚对，现与平对，烦恼与菩提对，常与无常对，悲与害对，喜与甜对，舍与谦对，进与退对，生与灭对，法身与色身对，化身与报身对，此是十九对也。十言，此三十六对法，若解用，即道贯一切经法，出入即离两边，自性动用，供人言语，外于相离相，内于空离空，若全者相，即常邪见，若全直空，即常无明。直空之人有谤经，直言不用文字，即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语言，至此语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直道不立文字，即此不立两字，亦是文字。见人所说，便即谤他言者文字，汝等须知，自迷犹可。又谤佛经，不要谤经，罪障无数。若者相于外，而作法求真，或广利道场，说有无知过患，如是之人，类皆不可见性，但听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，而于道性挂碍。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，但依法修行，无住相法师，汝等若悟，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若有人问汝意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，二道相应，身中道义，如一问一对，余问一一此作，即不失礼也。设有人问，何名为暗？答于明是因，暗是缘，明媒即暗，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，余问悉皆如此。汝等于后传法，依此转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师于太极元年壬子，延和七月，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，人令促工，次年夏末落成。七月一日，即徒众曰：吾至八月，欲离世间，汝等有疑，早须相问，为汝破疑，令汝迷境。吾若去后，无人教汝，法海等闻悉皆涕泣，唯有神会神情不动，亦无涕泣。诗云：神会小师，却得善不善等，毁誉不动，哀乐不生，愚者不得。数年山中，进修何道？汝今非气，未忧阿谁？若忧无不知去处，无自知去处，无若不知去处，
终不欲报于汝。汝等悲泣，盖未不知无去处。若知无去处，即不何悲泣。法性本无生灭去来，汝等静坐，吾与汝说一偈，明月真假动静偈，汝等诵取此偈，与吾一同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众僧作礼，请师说偈。偈曰：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。若见于真者，是见境非真。若能自有真离假，即心真。自心不离假，无真何处真？有情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。若修不动行同，无情不动。若密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。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佛种。能善分别相，第一义不动。但作如此见，即是真如用。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，莫于大乘门却直生此志。若言下相应，即共论佛意。若实不相应，何长令欢喜。此宗本无正正即失道义，执逆正法门，自信入生死。师徒众闻说偈已，普皆作礼，并体师意，个个摄心依法修行，更不敢正。乃知大师不久住世，法海上座再拜问曰：和尚入灭之后，依法当复何人？师曰：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，超路流行，目曰法宝坛经，汝等守护，弟相传授，度诸群生。但依此说，是名正法。今为汝等说法，不负其一，盖为汝等性根纯熟，决定无疑，堪任大事。然具先祖达摩大师复受敬意，依不合传。偈曰：吾本来资土传法救民情，一华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师父曰：诸善之事，汝等个个尽心听吾说法。若欲成就种智，须达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，于彼相中不生憎爱，亦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荣谈薄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纯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的有种，含藏常养，成熟其实，一相一行，亦复如是。我今说法，犹如实语，普润大地，汝等佛性，辟诸种子，欲资沾洽，悉得发生，成无止者，觉获菩提，依无行者，定正妙果。听吾偈曰：心地含诸种普与悉皆蒙，顿悟华情以菩提果自成。师说偈已，曰：
其法无二，其心亦然，其道清净，亦无诸相。汝等圣悟观境，即空其心，此心本净，无可取舍。各自努力，随缘好去。尔师徒众作礼而退。大师七月八日，忽谓门人曰：“吾欲归新州，汝等速礼周集。”大众哀留甚坚。师曰：“诸佛出现，犹是涅槃，有来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行还，归必有所。”众曰：“师从此去，早晚可回。”师曰：“叶落归根，来时无口。”又问曰：“正法演藏，传复何人？”师曰：“有道者得，无心者通。”又问：“后末有难否？”师曰：“吾灭后五六年，当有一人来取吾手。”听吾称曰：“头上养青口里须餐，郁闷之难杨柳为官。”又云：“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萨从东方来，一出家，一在家，同时兴化，建立无宗，地基迦兰，昌隆法寺。”众父作礼，问曰：“未知从上佛祖应现以来，传授几代，愿垂开示。”师云：“古佛应世已无数量，不可计也。今以七佛为始，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、湿气佛、毗舍浮佛、金贤劫居留孙佛、居那含穆尼佛、迦叶佛、释迦文佛，以上七佛，今以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，第二阿难尊者，第三商那和修尊者，第四优婆橘多尊者，第五提多迦尊者，第六弥遮迦尊者，第七须弥多尊者，第八佛陀难提尊者，第九佛陀密多尊者，第十邪尊者，十一富那夜奢尊者，十二马明大士，十三迦毗摩罗尊者，十四龙树大士，十五迦那提婆尊者，十六罗侯罗多尊者，十七僧迦难提尊者，十八迦耶舍多尊者，十九鸠摩罗多尊者，二十舍耶多尊者，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，二十二摩拿罗尊者，二十三赫勒那尊者，二十四狮子尊者，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，二十六不如密多尊者，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，
二十八，菩提达摩尊者。二十九，慧可大师。三十，僧璨大师。三十一，道信大师。三十二，弘忍大师。慧能是为三十三祖，从上诸祖各有秉承，汝等向后历代流传，无令乖误，众人信受，作礼而退。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，于国恩寺斋罢，谓诸徒众曰：汝等各依位坐，吾与汝别。法海白言：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后代迷人的见佛性。实言：汝等谛听，后代迷人若识众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识众生，万劫逆佛难逢。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，见自心佛性，欲求见佛，但识众生，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自性若悟，众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众生。自性平等，众生是佛；自性邪显，佛是众生。汝等心若显屈，即佛在众生中；一念平直，即是众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无一物而能见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。故经云：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吾今留一计，与汝等别，名自性真佛记。后代之人识此记忆，自见本心，自成佛道。记曰：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。邪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堂。信众邪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助舍。正见自除三毒心魔，变成佛真无假。法身报身即化身，三身本来是一身。若向信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本从化身生，尽性尽性常在化身中。性使化身行正道，当来圆满量无穷。淫性本是尽性，因除淫即是尽性生。性中各自离五欲，见性刹那即是真。今生若欲顿教门，忽悟自性见世尊。若欲修行密作佛，不知何处你求真。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，即是成佛因。不见自性外密佛，其心总是大痴人。顿教法门经已留，就度世人须自修。报汝当来学道者，不作此见太悠悠。师说记已，告曰：汝等好住，无灭度后，莫作事情，悲泣与泪，受人吊问，生者效福，非吾弟子，亦非正法。但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
无动无静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魔事无非，无住无往，恐汝等心迷，不会无益。今在主汝，令汝见性，无灭度后，依此修行，如无在日，若为无教，纵无在世，亦无有益。复说偈曰：物物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。寂寂断见闻，荡荡清无者。师说偈已，端坐至三更，忽谓门人曰：吾行矣。俨然千化，于是一香满室，白红熟地，林木变白，禽兽哀鸣，广韶兴三句，官僚寂门人僧俗，真吟真声，莫觉所知，乃焚香祷曰：香烟直处，师所归焉。时香烟直贯曹溪。十一月十三日，千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。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龛，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，门人意念取手之际，仍以铁叶七步固护施紧入塔。忽于塔内白光出现，直上冲天，三日始散，韶州奏闻，奉敕立碑，祭师道恒。师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传一，三十九著法，说法立身，三十七载，四法四十三人。悟道超凡者，莫知其数。达摩所传信一，中宗赐摩那宝钵，即方便素师真相，并道具，永正宝林道场，流传坛经，以显宗旨。兴隆三宝，普利群生者。http 冒号双斜线 www.chinese.org/online/reading/sutra/explanation/sixpad/sixpad/sutra.html